哎呀，来了吧，来了吧！哇，看到太阳大的不愿意出来了。对啊，看到太阳大，你一个人搬好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终于撑一撑了。哎，这里面更多都不想看了。哦哟。哦呦，天天收快递都收过一个。这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现在是什么？椰子青皮去皮两个现装椰子蛋。表哥记得。这是表哥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柠檬苗。表哥吗？全都是表哥记得。不。是吗？不止。没有跟我说。这个是啥？都干了下来。四季草莓，还有什么种子是吧？就是宝妈的，来了呗。麻辣零食包。哦，阿姑买的垃圾桶。绿萝好像是李一凡寄的，他说寄16个绿萝，16盆，我不知道这能放16盆不？哦，椰子树，可以种了，看看。果然是绿萝啊！哎呀，你还买什么洒水壶？哎呀，还粉嫩的。哎呀，黄牛，还有林凡寄的这个玩意，这个哦，水养的，它有这个水泵。它是水养的。一盆，两盆。啊，可以放新房那边的。哎呀，这么漂亮啊！三盆，我妈给我拿了一篮鸡蛋上来。这么漂亮的哟！叫他自己吃，他又不吃。那个盆，六盆，七八。哎呀，可以拿去摆就开了嘞。九，十。拿去讲狗卖哦。你这个有哪一家狗卖？啊，哪一家狗卖？Oh my god！ 这些我的零食，还说上一次一大袋阿勇一个人吃完，我都没看到。后来我要找的时候，玩够吃的哪里是我的？你不管一个人吃饱饭，谁带我坐那里？行了，这个宝妈吃吧，觉得是够劲。这个小灰灰呢？这个来给到我。啊，给你。你一个，哎呀，麻鸡多多。哦。哎呀，全都是吃的。这是你的。我先放一下，又不用过火。可以开始种花了不？可以，本来就可以开始种花。你看怎么会拿嘞？哎呦，慢慢吃这个。要的吧。什么东西？快给他们！小孩在那边吃零食了，这全是儿童零食。也是。是啊，小孩吃多了不好了。哎呦！哎呦，你说你从上来开始帮我吃了多少香气了我？这种小孩吃不好的，只有大人吃，没办法。有太多那什么添加剂啊什么的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他是吃饭吃的。不过讲真的，他这个这是成人的。本来说了今天回去的，但是借了这一袋过来，他要打算吃完了再回去。有儿童吃这个我们。是啊，我也是儿童，我也是成人。最大的一袋留给你了，儿童。我是儿童的。我也是儿童，也是成人的。这三个丢到那个，这三个可以丢到那个柜子那边，儿童那个柜子上面。放我房间就可以了。
哎呦，你看他用筷子搭档都那么委屈你了。来塞了。看一下啊，这个，这个是要拿剪刀来咔一下是吧？然后剪，然后放外面去，要不要晾晾干一下？用晾。这种都是要水的多了。把它冲干净，然后放水就可以端过去了。嗯，一楼、二楼，然后到客厅，到房间。这一次性去拉了这么多筷子回来，这些好朋友们，你一般表哥啊、夫君啊，他们寄过来的这些吃的绿萝，表哥送的椰子你要过来让我送，哎，那个柠檬呢？啊、柠檬就直接种后面那里去就可以，或者就种院子这里吧，种前面这里吧，啊、哦，这里也可以啊，就直接种在这里。这个可以发好大的吗？那就丢到后面去种。好，我们去种花花去了，谢谢所有好朋友们，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。Hello U2B 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人 DJ 峰峰，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，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